新年快乐！在这里呢，我要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因为健康就是财富。第二呢，我要祝大家在牛年里面呢，你们表现会更牛 ，OK？ 那么必须要无时无刻的加强你的实力，等待机会，加油！嗨，大家好，在这边我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。新的一年是牛年，那我觉得是一个好年。那么牛年嘛，就表示说我们会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。那在这边我祝贺哦，李伟松音乐课室的同学们以及工作的那些成员们，能够比去年还要表现得更好哦。然后就是学生能够有更多机会让我和伟松带出去哦，到台湾、到香港、到中国去发展你们的演艺事业，还有你们的创作哦，也能够有更多机会能够让我和伟松带到国外去发展，耶、yeah! ！